回去记得遵医嘱吃药，休息两天。学校的事情暂时不用管了。 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男主，才能写出好的桥段。眼睛闭上，想一想你最喜欢的东西，想到什么了？你要不要上车啊？我关门了。 的怀里，让我开心或不开心，都会是因为你。我是否太天真，不可能被你喜欢的，就算只有微笑的可能。季言宪，我喜欢你。 简信，我喜欢你。哎，听我，这是表白呀、啊！没事，看，来，看。行，下班途中误读老板的被告白现场，该怎么办？老板，季总，简信，为啥啊？什么有种？什么情况？ 我兄弟，新年同学，你觉得公共场合讨论个人感情合适吗？那我换一种客观的提问方式，季老师，我可以追你吗？想到我？认真的？我看起来像不认真的吗？难道是我以前跟你说了太多次？ 那你通通都忘掉，你要是想要一事干，我现在就不必了。我不擅长处理这些问题，而且我下一站到站，没有时间去给你讨论这个事情。季老师，现在有时间了吗？跟我来。来来来，哎，走走走，咱们一起看看。干嘛呀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啊？你所说的认真的喜欢，就刚刚。 还不到5分钟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要对你一段心血来潮的感情做回应？你要是觉得不划算，我可以喜欢你喜欢的再久一些，或者你觉得等我有资格了，你再通知我也行。我现在就可以通知你。 我对恋爱没有兴趣。
听见了？听见了，反正我也没有打算马上追到你。或者我重新开始，我偷偷追你，我保证不打扰你的正常生活，我发誓。你说他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？哎呦，拜托给个准信儿吧！我都坐过好几站了，这瓜还没落地呢。谁不是啊？对不对啊？就是啊！是啊！别说话，专心的听。谢谢。教授，你这算同意了吗？随便你。啊。喂，七仔老师，您老现在还活着吧？活着的话就来公司见我，不然我提到去见你。活着呢，知道了，拜拜。